好，各位同学，早安。今天是5月26号，星期三。好，5月26号，星期三。那先麻烦你一样，把我们的联络本拿出来。好，联络本拿出来，请你把这三样作业抄在联络本上。好，数学习作106、107，国语习作81，以及我们的12课的圈词啊，乘以2遍。好，今天作业手写的部分。有比较稍微多一点，好，也麻烦你要练习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还没有完成，你可以先按暂停。OK，抄完联络簿的同学，请你可以拿出数学课本，翻开119页。哦，我们要来进入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单元，哦，也是这本课本的最后一个单元，第10单元。好，哦，大家念一下容量。好，进入容量呢，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，我们以前曾经你有学过一些比较，去比比看不同容器的容量大小哦。每个容器就像你的杯子啊，或是你的水壶，或者是像你只要可以装入液体的哦，我们都可以称它为容器。那里面的容量就是指说可以装多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文。介绍这个嘉义的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，主要供给大嘉南地区，这指的是嘉义啊、台南这边地区几乎用水是用曾文水库的水，以及这里有一个大概的统计表，每个人每天的用水量，哦，冲马桶大概会用掉42公升，洗澡会用掉60公升。洗碗用掉14公升，洗衣服用掉6公升。如果你对于这个没有什么概念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一般那种大罐的矿泉水，有些是2000cc，上面有写2000cc 啊，或写2000ml 的那个是2公升。哦，2公升，你就可以看一下你大概每天用掉多少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一句，哦，请你要把它念一下。台湾水资源非常匮乏，所以要节约用水。你知道每个人一天平均会用掉多少公升的水吗？这刚好也跟我们最近的环境议题还有天气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哦，大家最近记得要节约用水，哦，不然虽然偶尔还是会降雨，可是水库其实是蛮吃紧的那个水量。哦，台湾为什么会有下雨？但却没有办法累积住那些水呢？主要河川也太短哦，或者是你下雨的时间不够长，它就没有办法蓄水，很快水会流掉啊，然后你也没办法累积，或是水库里面的泥巴、泥土哦，淤积变多了，那能够存的水就变少了。就好像你的水杯里面如果放了一颗石头，你能够装的水一定没有比原来的多嘛？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的暖身活动，请你比比看，哪一个装的比较多？在括号在框框里打勾。上面这个饮料倒出来几杯？2、4、6、7。下面的柳橙汁倒过到杯子里，2、4、5。所以谁比较多？没错，是上面这个茶的比较多。当然，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，你下这个地方，这里的杯子一定要怎么样？很好，一定要一样大，不一样大我们不能比，不一样大不能比。好，这个概念要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翻到进到120页，120页。如果刚才同学有发现，我们联络簿今天放的不是大家合照，而是这个。你对它超级熟悉的，你什么时候会用到它？生病的时候，对吧？生病的时候，医生会开这个药水给你喝，哦，那都会附上这个杯子，或者是我们每个礼拜二要干嘛？记得吗？没错，我们要漱口，对不对？我们用那个漱口水的时候，学校也有发一个杯子给你。好，我们先看回课本内容。一开始这个医生啊，他说。啊，这个妹妹感冒啦，每次要喝10毫升的药水哦。那妹妹就问他，10毫升是多少啊？诶，同学有注意过这件事吗？
毫升。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单位叫毫升，毫升还有一个名字叫毫公升。好，毫升、毫公升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把它想成跟你的，你就像尺嘛，尺是量长度，毫升这个杯子是拿来量我们的一些液体的容量啊，容积容量。好，刻度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它每一格代表的都是一毫升。那请问你，医生要他喝十毫升，我们要把药水装到哪里？装到什么地方？哪一条线上面？是不是要来数格子？对吧？所以数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对吧？拉到这一条，好，我们应该把它装满，好，拉到这一条，好，装到这里，对准十的这条线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在这里面装的容量是可以装到十毫升，也是医师指示给病人，好，要喝每次要喝的大概的容量量啊，量不可以喝太多，也不可以喝太少，要喝到医生指定的才会有效果。好，所以这个问题呢，看着量杯说说看，水要装到哪里才有十毫升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十的这一条线。好，把第二题，请你念一下，把水倒到量杯一小格的地方，杯子里有多少水？哎，我们来想一下哦。量杯刚被倒满了，倒到十的地方。好，倒到十的地方。十代表是十毫升。题目问你，请问你一格呢？一格呢？一格是几毫升？十格十毫升，一格就是没错一毫升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一毫升又称为一毫公升，毫升的英文叫做 ml。好，请你就以这样的写法，好 ，l 要这样写，好 ，l 要这样写。好，请你可以复诵三遍。好，把这个一定要记熟，这是定义。好，这是它的公升、毫升的定义。请你按下暂停之后，请你念三遍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：十毫升的水是几个一毫升合起来的？十毫升是几个一毫升？十个。好，请你写上十个。好，十个一毫升，十个一毫升。好，请你这边要写中文哦。好，写好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好，就问家里有弟弟妹妹啊，或是你有看过自己以前小时候的照片，好，你会喝牛奶，我们泡牛奶，好，爸爸泡牛奶给宝宝喝。第一题，请问你，奶瓶的一小格表示几毫升？奶瓶的一小格，我们把它放大来看，一小格，这里。我们来试试看哦，这里他说是十，然后走了一二三四，走了四格之后到了五十，代表十的下一个是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所以每一小格是多少？你这边看得出来吧？十 ml 就是十毫升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第二个小题想问你的是，爸爸总共泡了几毫升的牛奶？我们看到150在这里，我们因为他把所有数字写上去密密麻麻，所以都50、50的写。150往上数160、170、180，没错，到这一条线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原来爸爸泡了180毫升的牛奶。好，请你写上去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量杯，量杯在你以后的自然课中，有时候做实验都会用到，或者是如果你有去保健室，你会看到我们保健室里也会有这样的量杯，可能要量酒精，在装酒精的时候要量比例。好，那个是比较难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课本上
请问下面的量杯最多可以测量到多少的容量？最多，请你把最多这两个字画起来。好，请你把最多这两个字画起来。最多看上面，看下面。没错，看上面。我们看最大的数字是1000，这一条线就代表是1000。1000 ml，ml 是毫升，没错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它可以测得到1000毫升。那这个小狗呢，它说一句话，说说看一小格是多少毫升呢？这里有答案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来检查一下到底对不对。这里帮你放大过来看，我们看一小格到底是多少，怎么数，看到100，看到200，这条线叫200，这条线叫100，中间看有几个，我们来数数看，换个笔。好，来哦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十格可以从100走到200，100走到200是多少？总共100嘛，100分成几格？10格，所以代表每一小格是多少？好，100是10格哦。那一小格是不是10，对不对？10毫升。如果你要算的很简单嘛，我们就拿100，因为代表是10格，我们除出来结果就会是10毫升。记得 ml 要这样写。好，所以这里还蛮容易的。接下来我们往下看，请你用量杯量量看，你找的饮料或是杯子的容量各是多少毫升呢？这里有一些你常见的瓶瓶罐罐，那老师又找了一些资料教你怎么样去区分，怎么样观看它的容量。首先我们先看一般的矿泉水，小罐的矿泉水一般最常见的 size 就是600毫升的，它在贴纸旁边写600毫升，也有像这种啊750的，但这比较600的比较常见，600毫升。好，就只说这个瓶子里面啊可以装600毫升的水。好，接下来你看这个运动饮料，这运动饮料呢，它一般在这个卖场啊或是在网络上，如果你要去购买，它都会写说容量是多少的，340 ml， 那24入，代表有一箱有24罐，是一罐都是340 ml 这种。再来，还有你常喝的这个麦香奶茶，那个麦香奶茶呢，它也会在标示在这个侧面哦，也会写，或者是你在网络上看的话，它就会告诉你是375 ml， 375 ml。所以每一个只要有办法装液体的盒子啊、瓶子啊，他们都会标示容量大小。你才会知道哦，我现在买到的这个饮料里面到底有多少，是大罐还是小罐的。这个地方我们不好意思没有量杯，所以大家最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，不过你可以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这些罐子，然后找个保特瓶或者是饮料瓶，你把它装水装进去，空的啦，我们装水进去看，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600cc 的水，不好意思，600毫升的水，或是可能375的运动饮料的罐子里面装水，大概是有多少的水？你可以另外拿一个盆子，或是拿个小的容器，把它装完罐子之后把它倒出来，用眼睛去感受一下。还有重量去感受，用眼睛去看它的高度，感受一下的水的多寡。好，请你翻到122页，122页，这里有一个香浓的牛奶麦片，要用180毫升的热水冲泡。请问你180毫升的水到底是多少？虽然老师现在没有办法拿出那个量杯给你量，可是我可以经过这个
操作哦，这个动画的操作给你看。这有三种，以后做实验的常常看到，好多量杯啊、量桶。我这个旁边有水，可以这样往上。如果我们用这一个去做测量，我们要量出180毫升的热水，我们必须就把这个拉到哪里？150、160、170、180，你就要装到这么多的热水。180，好，在这个量桶里面是长这样。那如果是这一个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。然后到这里是50，旁边的数字会变化，100超过了，150，然后我们到180嘛，我们来看一格是不是十，一格十，160，170，调一下，这个原因是控制滑鼠比较难控制，我可以用。快速的方法，设定一下，我们要180，好，它就刚好对准这一条线。那如果是这里呢？因为你会发现，两格是100，对吧？一格是50，150，好，150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，所以如果要量这种很细节的啊，你最好去找这种实的，好，就如果这种50的，你可能就量不出来。那我可以直接用设定的方式。180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会根据你使用的量杯大小，才会影响那个高度哦。这里的水都是一样多，那是因为他们先放在不同的容器里面。好，稍微给你了解一下180毫升，到底有多少？我们再回到课本，这里呢，如果你暂时手边没有这些可以测量的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如果你家有那个洗米的量杯啊，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，感受一下。它那个单位一般也都是毫升，我可以利用那个。好，我们再来要做的是下面这个题目，请你吐出220毫升的水量。我们先一起来看，220最接近200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格到底是多少？这一格，我们先从最下面，你看十。然后往上数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，这个样子是不是似曾相似？跟我们刚才前一页有看到的刻度蛮像。我们数数看，可能是20、30、40、50，代表每一格就是10。那我们目标是要找220，所以往上一格210，往上两格220，所以画出来就会长这样。好，请你涂好哦，不要涂出来。把它涂斜线也没关系，我把它涂漂亮来。再来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我们要观察一下这一小格到底是多少。我们可以先观察长的，长的看起来应该都是100，数数看是不是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，没错，长的是100。好，再来看小格哦，我们从最底到100这里，数数看有几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九十，十格是100，一格是十，没错，我们要来找的是380，所以先100、200、30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找到了。刚才一定有同学发现，这个第二长的啊，代表是什么？50的，每50就画一个，50就画一个，50就画一个。你看哦，到这里。三百、350、360、370、380，对不对？你就找到了，380就是这样画。好，这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再快速的回顾一下，我们今天认识的一个新单位叫做毫升，好，毫升英文叫做 ml。好，一毫升很少，你要去找到一毫升不好找，量杯你会发现它也不出现一毫升，因为水太少。不容易看出来，而且水会遇到杯子啊，它有时候粘在上面，你根本就倒不出来。所以我们很少量一毫升，我们可能一量就可能是100或200，或像刚才数字380啊之类的，我们才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水量。或是你拿太大的杯子，你看医生都没有发这给你喝嘛，
他说发这给你喝药水，你大概量不到屎在哪里，所以医生都发这种的，医生都发这种的。好，接下来请你拿出你的习作，好，拿出你的习作，请你翻到习作106，好，106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第五大题你就尽量写。好，第五大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它是要你去找实际的东西去测量一下。那我们先看这边，先按暂停，先写完，写完再找我对答案，然后我等下才会继续播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大题，填填看，1毫升的英文简称 ml，不好意思。讲错了，一毫公升简称为一毫升，毫升的英文是 ml，三个一毫升合起来就是3毫升，6毫升是几个一毫升合起来的？6个。好，讲比较快是因为刚才你应该有自己做题目了，如果没有你先暂停，不然这里的速度你可能会有点困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容器里面到底装了多少。它刚好对上哪一条？这里对不对？所以是700，没错。再来右边的，刚刚好对到300。好，这两题。接下来呢，他想问说，饮料罐里装了多少的液体？他们把饮料罐里的液体全部倒进这个量杯里。那这个量杯看一下，这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10格有1000，1格是多少？10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长的又是500、500、600，哦，这也是我们常见的保特瓶，这应该是某个运动牌子，对不对？输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跑什么什么跑的嘛，那个。好，第二个，鲜奶，哦，鲜奶，到底倒进来会发现有多少的鲜奶呢？首先先看一下这个长的、粗的，是不是5个？一啊，从下面数，一二三四五，没错，长的是100，所以往这边看100、200，接下来小格的，我们再来数数看，一，放大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10格是100嘛，长的说是100，10格是100，一小格就是十，所以100、200、201、202。好，没错，220。接下来上面这一题，上面这个就交给你画哦。吼，可是老师会陪你一起找它的最小刻度是多少？我们要找最小刻度才知道要画到哪里。这里你数完应该是10格，所以我们要找第8格才是800、500、600、700、800。这里跟这个看起来是一样大的，都是1000 ml 的水杯。好，500正好就说是中间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小的水杯，它要来量450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长的，一二三四五，或者你从底下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长条是500，一个长条就是100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零到一百之间哦，零到一百之间只有2格，只有2格，那总共是100，一格代表是50。好，所以一小格是50，我们来找咯，400，我们先数一啊，100、200、300、400，接下来再50，就是一小格，你就找到了。好，这里没有办法跟大家做实验哦，可是我们之后的第二活动二啊，或活动三，它有一些是我们生活中会见到的，没有关系，手边没东西没关系，我会用动画方式示范，或是再讲解更仔细，让你了解。你想要尝试的话，你可以使用你家洗米用的量杯。好，目前老师想到你家的量杯可能就是这个了，可以做做看一些课本里的测试啊，或是实验。好，这门课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，那就下课喽，拜拜。